有啊，固定实况是周一到周四晚上六点。这个要带什么？我觉得这个要带一下了。提神，其实我这些差不多了欸。然后，好了，辣椒。当然要选瑶啊，谢谢啦。让植物熬夜的东西，酷。反催眠，嗯哼。嘎比德啊，倒啊！Coming， 帮我拖时间。拖点时间。帮我拖点时间啊，大哥。你出现大块的，对，还是被吃掉了，可恶！打了个喷嚏，有啊，我看过南方四剑客，蛮好看的。一呆力，那个是什么？珍珠美人鱼加美少女战士，你从来得出来这种怪结论的、啊。要不要摆盆栽了？有，再摆了。不对，这一排太强了，其他排都还没增强。等一下去看电视，没有，跟那个磁铁搭配也可以，反正在夜晚中了就可以让它醒过来就对了。它就是这个意思。难哦，狗妹呢？狗妹呢？是拜托吗？我不知道。呵，醒过来吧。不要睡觉了，这个有三波、哦，这么大，这么多啦。玉米的眼睛是鼻孔，不是啦。这么可爱，怎么回事？吸过来，好玩，再一个。这也是菇类哦，是哦，它是菇类哦，这么可爱，那还蛮可爱的耶。耶、yeah, ，摆好阵仗，准备打仗去。
科学吧，没人要怎么种植物，我在种啊，我现在不是在种吗？哇，这其实还蛮恐怖的哎，真的，我讲真的，超恐怖。狗妹那好像是对不起哦，哦，哦对，好像是狗妹那赛嘛，对不对？吸过来。出来玩，哈哈，都被吸过来了，赞哦！哎呦，等一下，我看不然拉到游戏画面，你们应该没有变吧？哦，好 ，OK， 好猎奇哦，不会啦，至少僵尸没有那个你打下去就整个一滩血趴在那边，还可以接受，还可以接受。合家观赏，合家观赏。吸血进化版是吃钱，这么好？它可以两个都吸吗？多数游戏共同点就是不合逻辑，没错，真的太中肯了。不要吃啊，吃那么快，慢慢吃齁。咚咚！没得吃，好可怜。快对一谷说爱你，一谷爱你。僵尸不是干尸吗？怎么会有血？阿哉，草草姨啊，不是很多那个打僵尸游戏打下去就整个僵尸趴在那边还流血，哇哉！其实可以刷钱，你说都先不要打他是不是？哈哈，你的头盔也被我吸过来了，快投降吧！啊，他流泪了，难道这样还不够吗？这样子的植物量，不会吧？一点爱破也温开水，耶、yeah, ，没得吸，哈哈哈。啊，不是啊，没得，磁铁就是帮我把他们身上的铁制品吸过来啊，枯热，他们枯热。这一关好像没有空降，然后被停在空中。这一关应该不会天降吧？最后咯 ，fight！ 哎呀，哎！无耻捏，真的太人渣了，死吧，死吧，死吧，孩子，乖乖去死。哦，哎，哎，对啊，我也觉得磁铁很好用，赞。这个是浇水的。可以干嘛呢 ？You can play， 可以自己种植物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这样也可以赚钱哎。然后呢？这样，哎，好好玩哦。哦，僵尸渣，是什么植物呢？肥料哦，哪里啊？这个，
这个都先买一买好了。哎，这个钱不够哎。哦，哎，好可爱哦，有颜色哎。That's all you do for now. Check back later. 哦，等一下再来看，超级温馨的。哦，等一下我喝个水，等我一下。可爱小小，哎 ，Mina 安安。他僵尸爆僵尸下来，糟糕，激情满满。哎、欸，他怎么又是这一排？安安哦，安安。太可爱了，好，我讲南瓜的保护罩。哦、oh, ，fuck you！ 哦、oh, ，jeez， 我应该放在下面这一排的，超高。好。哎、欸，它、啊、这个是只有食人花可以用。Oh my god！ 上面这边要被吃掉了，高空弹跳，难怪僵尸可以上屋顶，他们把它抱下来了，这样子。你快点消化完啦！安安边吃粽子，哇，已经有人先吃粽子了。防护罩，那这只其实可以挖掉。啊不！不，你们这群小菜逼吧！哦，越来越多啊！呵，哎，太无耻了吧！呵，没有，我是念菜比吧。棒，送啦！哎、欸，越哎、欸，扯啦！哎，太夸张了啦！太夸张，这太夸张了！这数量多到有点可怕、啊。哎、欸，怎么吃啊？僵尸渣，
吃。吃。给我吃。给我吃。快吃，给我吃！食人花园啊，就关卡需求。乱来！第三排快沦陷啦！我也不愿意啊！啊！不准吃！不准爆！他们是我的！不不不不不不！来啊，你们来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拎来拎来拎来拎拢来拢来拢来！跟几只？哼哼哼！菜逼吧！哦，对耶，这里没有防线哎。这个什么？哦，还可以让僵尸变换路线哦，太帅了吧！哎，这个是什么啦？干嘛啊？这个？哎，好讨厌哦！这一关好像没有拿梯子的，那其他其实还好。拿一些可以防止被偷的东西。好 ，Let's go。专打最后面了、啊，求啦！还会攻击植物、哦，安安哦，安安。9.9，你是要打0.0？植物大王，不可以得意，小心祸从天降哦。哎，有天降的吗？应该没有吧？我不知道哎，好吧，等一下再说。大上海花园站在里面是，哦，都定格，帅。到，帅气啊！安安哦，到，蛮有趣的。好好，安安安安。最后一排的植物啊，好，没问题。这是僵尸大战，没有，这是植物大战僵尸，不一样。僵尸大战你会看我拿着一把枪，可是这我没办法拿枪。哎呦，定住他！快定住他！快！定住他，孩子！定住他 ，yes！ 帅气啦！那你说，哎、欸，不要打等于等于哦。
以答等于等于。对啊，我没去看我植物，等一下再看。浅年破一万了，对，九格是两万。对吧，因为看了不爽啊，就这样。今天观众很多，我不知道，我现在看不到人数。啊，不重要，好玩就好。对啊，延迟真奇妙啊！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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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聊天是我打字不会延迟的，讲话会。255啊，好啊啊啊，来热哥，他们来热，不不，爽啦，炸给你们去。我也蛮喜欢看玉米黏住他们的，很爽。不不，安安安安，哎。Rain Sky 这个是，哎，你是米粒对不对？还是什么？我忘记了，还是雨天？哦，你是雨天，好像是，我好久没看到你了。260人的庞大人数，还好吧？哦，你是雨天，抱歉。向日葵被打脸两次哦，哦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会回打回去的。XSP 直播伺服地区是用哪？我好像是用新加坡吧。安安哦，高丽菜鱼，西瓜跟玉米搭配哦。哎，为什么这里这么晚会有飞机啊？不合逻辑啊！乱来，那应该是要滑倒，没有，他就把他定住啊，他在打在他头上，然后就突然一个定在那边，爽！哎呦，吧，哎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帮我吃掉高丽菜，是不是继续问一下？哦，其实我也忘记了，我等一下再看一下好了，因为我也很好奇，这是什么 ？Protect， 哦，防止天降，它可以防天降，哎。